男人大丈夫，不要怕。女人教练组，一起保卫他。这个短短的时间你要讲一下啦，应该要改一下啦，时间观念要注意一下啦。That is so bad. Oh no! 早起的鸟儿。Yeah, 我准备上船了，所以我们待会儿见。Stay tuned for 我们。原先我们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 Sutra Harbour 上船 Camilla Ming 的新品发布会。Yeah, 现在是早上7:25，有点延迟，可是我们还是起到了。注意一下。So, 今天上船会有很多帅哥美女看的，有美女看的，我看大伯看的，老婆啊。来，你们两个有没有给我干枪？来，今天穿白衣的，好彩我穿这个雷克是白了，所以就也幸好我穿白裤，如果没有解决，叫我直接脱掉，等下再穿上。脱了，好歹终于有进到，我看有点大。这位大哥，你还睡不醒吗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证明是抓不到的，所以你们欠老师表示 don't try this at home, OK? 他妈的王八蛋，你们相信吗？今天的话呢，希望我们来到这边呢，大家可以很开心的去玩哈。我们今天上船三个目的啊，大家不要想太多。第一个目的，我们就是 Camilla Ming 新品发布会啊。第二个，因为中秋节要到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记一下，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，这样子呢，我们今天又可以交到很多新的朋友啊。第三个目的就是我们放松心情，尽情的去玩。三个 OK。 我是很怕啦，我这样子下来吧。不用，你要站。不是后面下的吗？不用，我怕你勾到头啊。你只要跨出去一个，一个要跨出去。这个要抓住吗？然后不见它。要抓住。要 clip 好啊。不用，你抓住。我怕脱手。应该不会脱，你就摸住好了。Okay. 然后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。然后你要跳的时候，那个脚要过去，那脚放上去的呢？对，那脚过去，你摸住，你摸住噻，摸住另外一个脚。坐去那边可以吗？有点难度啊。
你把他脚过去啊。我怕完过。没有吧 ？God bless you。男人大丈夫，不要怕。女人脚练过。一起，不要回头。这是Yasmin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啊。Thanks, bro.We just pray for good weather today so we can enjoy our outing, okay? So for those who haven't subscribed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like, share and follow. Alright.